2009年，新中国六十华诞前夕，长安街畔这座有着50年历史的宏伟建筑显得格外热闹。正在这里举办的大型展览《复兴之路》是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，开幕当天就吸引了数千名观众。国家博物馆在2006年关上大门，开始内部改建。今天是他第一次以新的姿态迎接观众。在人们心中，这座建筑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。它诞生于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，与当年北京城中拔地而起的几大公共建筑物并称为十大建筑。这些建筑见证了一条长街、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日新月异的一段历史。人们赋予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另外一个形容，那就是奇迹。和平的列车，满载凯旋的英雄们，奔向祖国的首都北京。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来欢迎。1958年，最后一批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回到了祖国。迎接的车队离开北京站，驶向长安街，受到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。很多战士已经阔别祖国8年，沿途的新景观让他们感到无比新鲜。天安门广场矗立起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电报大楼传出悠扬的报时钟声，北京城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1958年提出来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啊，就是总路线大跃进、人民公社，这样三面红旗，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啊，空前高涨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就想到第二年，1959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10周年，中国人的心理呢是逢五逢十，要大大的庆祝一下，特别是逢十，所以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1959年。要做一系列的大的建设。这次建设史称国庆工程。自1405年明永乐帝建紫禁城起，北京城的东西轴线将迎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建设改造。按照规划，十里长街及其延长线上将建成包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、民族饭店、民族文化宫、人民大会堂、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、北京火车站在内的6座风格各具特色的大型公共建筑。它们将与分布在城区各处的北京工人体育场、中国美术馆、华侨大厦和农业展览馆一起，组成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。很快，一封封加急电文发往各个省市，主题只有一个：开会。电文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签发，要求名单里的人在4日内抵达北京。1958年9月初，上百位顶尖的建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北京。来自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王伟玉参加了这次会议。能够让我来参加这个设计工作，
我也觉得特别的受鼓舞，因为我觉得在旧社会里边，不用说是教师，就是职业建筑师，能够做到这么大的公共建筑，当时当然没有具体说多少平米多少平米，但是我知道是非常要求非常大的，非常高，质量高级的，就是能够表现我们国力的这样大的公共建筑，是一般都是向往而得不到的。王伟玉成为了革命和历史博物馆设计小组中的一员，他与几位教师带着十几名学生迅速开展工作，短短几天内要交出第一稿设计方案。与此同时，设计要求又发生了变化，要扩建天安门广场，人民大会堂盖了广场还是这个定制这个千步廊，那个不行，那么所以呢，就是天安门广场改建规划就提到了呈上。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是令设计师头疼的问题，首都的中心究竟要建成什么样子，这是从建国初期就开始的争论，以至于开国大典之后近十年间，北京城市飞速发展，但广场格局基本没有大的变化。第一个问题，这广场多大？有人说呢，这广场二三十公顷就足以了，好像已经很大了。有一种也是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中心广场，应该大一点，恐怕得四十来公顷。这大家定不下来，那么各种各样的方案都有。这是彭真同志请示了毛主席，毛主席说呢，六亿人口的首都广场不能太小，那多大合适呢？毛主席就比划了一下，就从东西长安门吧，就500米宽吧，一直往南通到这个正阳门那个护城河。1958年十月底，设计完成的天安门广场模型被送到了中南海。国家领导人百忙之中亲自审看，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。在天安门广场重新规划后，清华大学设计小组相应地调整了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案。16根高大的廊柱组成一扇象征着革命胜利的大门，广场的空间巧妙地被延伸到馆内，与对面的人民大会堂相得益彰。我们是崭新的人民，我们在创造崭新的生活，我们要建设崭新的城市。1958年年中，住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街坊四邻们开始为搬家而忙碌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，这里一直是城市的中心区，一个个规整的小四合院无声地传递着老北京胡同生活的独特韵味。能够住在天安门旁边，一直是居民们的骄傲。但是，为了城市的改造，他们选择了离开。住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西皮市胡同的李宗